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给我们的芭比娃娃制作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裙子。那她的这个裙子呢，它原本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小公主艾莎一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小裙子。我们要给它呢进行一个改造，会让它的裙子呢变得更加的漂亮一点。然后最后的话呢，还会用到我们的史莱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工具，让它整个的裙子变得非常的闪亮。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进行一个小小的变装喽。好了，那我们这个呢是从网上购买到了一个会发光的 LED 的亮的这个 LED 的这个线，然后或者是叫 Bender， 我们都可以在网上或者是网上的商城都可以买到它。然后我呢是想要把它这个进行一个剪裁，同时呢能够让它的这个线呢能够穿在我们整个裙子里面，让它能够相互的交错在一起。在最后的地方呢，是要把它这个小的电池呢是绑在腰部的后面，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它的美观，同时还会让它的功能性比较强一些。好了，那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要开始给它进行一个设计，不知道等会儿做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呢？但是观众小朋友别担心，我们这里不光光是有艾莎的这一条裙子，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裙子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选择。所以就算我们不小心把它做坏了的话，我们还是也有别的选择的，放心吧。我们这边呢是先要小心的要把它的衣服去给它拿下来。好，这是它的一个裙子，我们要把它的这个绑的绳子呢是在下面的地方给它绑过来，从它的从把绳子从这边给它穿过来，然后大概呢是让它从这边大概这个地方再给它稍微剪一个小一点的洞。现在这边呢是比较的大的一些啦。好了，可以把它呢是从下面给它穿过来。那我们可以在下面呢是把它的绳子整个都给它穿过去，可以用这个在它的裙子下面把手伸进去，然后把它的绳子呢是这样穿过来，比较方便一点。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它们这个发光的这个小的白的大的地方，这个小的物件是在外面在这发亮。那我们最后的话呢，是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好啦，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这个
小公主的裙子是差不多都已经做好啦，可以在里面看到她的 LED 的彩色的闪光在里面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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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闪，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它的开关呢非常的大，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了屁股后面会更加的好看一点。然后虽然它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呢，我没有办法把它呢是给它隐藏起来。我们可以呢把它的线从里面给它取出来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以后或者是不喜欢了的时候可以把它重新的取下来，这样比较的方便。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它还有类似于这种绑带的感觉，然后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了。那我们之后的话呢，会给它再进行一个改造，或者是让它变得更加的好看一些。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的满意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新的视频，如果有订阅的话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每天最新的视频啦。好啦，那我们下期呢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或者是根据大家的一个想要看到的这个主题再来做我们的一些视频。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有些小朋友喜欢看到更多的芭比娃娃，或者是手工 DIY 史莱姆，或者是各种各样其他的。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喽。